你们想知道新地图永宁镇隐藏在迷雾中的十字路口的美少女长什么样子吗？这个还用想吗？不就长这个样子吗？想什么了？一天天的都。别打我，别打我，我错了，大哥大姐们，对不起，对不起。圈外人，我是你的人，欢迎来到第六人格，我是你们大大哥。新地图永宁镇呢，十字路口的那两个彩蛋，你们已经发现了吧？段路哥，你说的是小灰和小白吧？没错，就是他们两个。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两个彩蛋呢，只要角色一靠近就会消失掉。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近距离的看看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当然有了呀。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可以利用监控者的巡视者遛狗技能啊，就可以非常非常的贴近他们啦。快看快看，并没有消失哈。不过呢，好像就是一个纸片，但是呢，会跟着我们的视角转动，所以好像也并没有那么神秘了。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可以利用女巫的小信徒靠近他们呢，也是不会消失的呀。然后呢，用小信徒打他们呢，也不会造成弹刀什么的。所以呢，这样看来，其实这两个剪影啊，就是一个彩蛋，只要大家觉得好玩就可以了哈。还有小朋友问我说啊，段总哥，为什么我有时候看不到小黑、小白，还有亭子里的红蝶也不会动呢？这些小彩蛋呢，好像是只有1v4才触发，2v8好像就是看不到哈。所以呢，你们可以去1v4模式下体验一下哦。最后呢，问你们一个小问题啊，你们知道十字路口的美少年小黑和小白到底是什么关系吗？感谢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我们下视频不见不散，拜拜。その恋は絶対に実らない。あいつは四つ辻の美少年を捕まえるまではやめ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んだ。